做大的抽抽乐，噔噔噔噔。五月十号做大的抽抽乐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 今天我是大家，我是玲玲，我是玲一。今天我们要做大的抽抽乐，然后这些是我们今天的奖品。好，首先绘图本猫公仔八个，然后呢纸胶带两个，两卷。六折便利贴两个，然后我看一下，哎呦，这么多折啊！来，另外一个，新年快乐！咚咚咚咚锵！然后两个胶带卷，立刻白，然后呢，这两个是角落生物本子，因为都一样，所以我只可以一个。然后这个。对，就用这个以目标固定稿，然后呢，轻轻就介绍了，然后要把最期待的想解决，开始做大的抽抽了吧，三二一 ，Go！ 非常亮闪，心跳棒棒亮，红红。这就是散散的。然后中间放一个，要放的分散一点哦。我尽量很分散，对，尽量是分散的，就够分散。把它打散，然后呢，金小子，我要放我的。好，那我放我的，放猫咪旁边好了。你放猫咪旁边吧，我想想，猫咪可以围着你。猫咪陪着你，好。那我也，鱼贝贝，看它会滚到哪一个？三个一。喂，贝贝，鱼贝贝。哇，我中这个。喂。OK 啦。好，再来两只。我们的纸张也放进去了。OK， 来，我来制造宝宝亲亲，我来。好好制造，再来是十八种洗粉，180哦，十八，再来是十，那就是81了。17、21，更烂的奖品是哪一个呢？这个吗？这个有了，那就。21，好，22，要更烂的，对，不行，猫咪，哦，跟绘本一起，好，18，哎，怎么有两个18？很多都重复了，16。OK， 那我们涂胶水吧，涂胶水。OK， 那我们现在要来涂。你上次拿骷髅，今天换我了。喂，你干嘛拿？今天该换我了。没关系啊，管谁拿过。我先打开了。来，拿。好，那我去那边。我布丁狗。来，嗨，三二一，你要过去一点啊，不能整个偏。来。上，再浇水到底滴。猫咪，我没有在做记号哦，是描出格的度量，是这
我觉得他们的位置要好。充满欢乐的大的，好了。充满欢乐的布丁狗啊！啊，这里，猫咪，猫咪，是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我。记得按下小铃铛，每天晚上六点都会出新的影片。拜拜拜！关灯了啦，讲太久了。会出新的影动。去睡觉了。猫咪。喝水睡觉了。每天晚上都会出新的影片。每天晚上都会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下小铃铛。每天晚上六点都会出新的影片。喵喵喵。等他们睡觉，我要去把奖品偷偷换掉。要把猫咪放到别的地方去。不要！都已经打散了，给它放。我就会放到另外地方，没有放到角落去。可是胶水都已经干了，先生。我还有啊。爸爸不会那么无聊。对啊。不要！真的无聊。爸爸不会那么无聊。总之，有妹妹会被骗。